大家好，我是黄觉，接下来为大家表演一首我这两天憋在酒店里刚做的音乐。正好这两天毕赣导演也写了首新诗，我就把这首诗塞到这个音乐里头，不然的话光听音乐我觉得有点尴尬。我们给这首作品取了个名字叫毕赣更新的那个 QQ 空间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折损光线的灯。